个平衡秤，充电器比较简单，直接插上这个插座就可以了。这边是电源开关，打开，转过来，这里同时可以充两组电池啊。我们现在拿一组做实验，充电比较简单，我们选择第一个，这个，按一下，确定，闪烁，这里是只有两个选项，第一个是平衡充，第二个是存储，存储就是，电池不用了，就用这个选项，它会让电池的电压保持每一片在3.9伏，如果低于3.9伏，它会充到3.9伏，如果高于3.9伏，它会放电到3.9伏，那我们还是充电。然后按一下确认，这里是充电的电流大小，一般我们按照 EC 来充电，那么这个是1万毫安时电充，是10安。按确定，长按就可以了。好，检查通过，开始充电。要停止充电，只要按 stop 就可以了。充完以后按停止，然后一次拔掉插头，好就可以了。